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健康人生喜克生。好，身为疾苦人呢，一定要吃过 CK 人生早餐哦。如果你还没有听过 CK， 或者你还没有吃过 CK， 好，那你今天真的要好好认真的来听一下什么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喜克生哦。现在呢，就来为大家揭开 CK 的神秘面纱。好，首先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吃保健品呢？好，因为大家呢，其实都是属于有亚健康问题的人哦。那什么是亚健康问题呢？就是我们可能呢，有暴露于一些健康风险因子之下，例如生活压力大，或者是常外食，营养不均衡，三餐不定时、不定量，那或者呢，暴露于一些污染环境中，例如 PM2.5、哦、现在冬天快要到了、哦、PM2.5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好，或者呢，你也常常作息不正常，例如熬夜啊、睡眠不足等等。啊、或者呢，你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抽烟、喝酒、嚼槟榔等等。以上的这些健康风险因子，只要你具备了2到3样，诶，那你可能跟我一样是属于有亚健康问题的人哦。那我们吃保健品的目的，是预防胜于治疗、哦、我们不希望以后演变成疾病要去看医生哦。好，接下来介绍今天的主题，喜克生保健套组。那我们的喜克生保健套组呢，分为两样产品，一个是20%皂苷素的喜克生定，那另外一种呢，是有100%皂苷素的喜克生 CK Power。好，在介绍 CK 之前呢，要先带大家来认识什么是人参皂苷哦。好，人参皂苷呢是人参里面的活性物质，意思就是我们吃人参之所以对身体有益，是因为人参皂苷的关系。但是人参皂苷并没有存在人参里面哦。那人参皂苷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人参被微生物分解之后产生的代谢物。这个代谢物才叫做人参皂苷哦。好，那人参皂苷呢，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二醇型的皂苷，一种是三醇型的皂苷。二醇型的皂苷在体内呢，具有镇定的效果，好，比如解热、镇痛、抗癌、抗糖尿、增强免疫、抗发炎等等。那三醇型的皂苷呢，在体内具有提升活性的效果，例如，补充体力、恢复疲劳、恢复精神，然后提升血液循环，好，改善学习功能等等的效果。好，那我们的 CK 呢，就是属于二醇型的皂苷里面的一种。好，接着呢，要带大家来认识的是人参的品种。好，在全世界有种植人参的国家呢，大概有韩国的高丽人参、美国的美国参、中国的中国参以及日本的日本参，而其中呢，以韩国的高丽人参是价值最高的一种哦。好，人参的价值呢，取决于人参皂苷的含量，因为我们刚才说，人参皂苷其实才是人参主要的活性物质嘛。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高丽人参里面含有30种，高达30种的人参皂苷哦。好，那因为高丽人参产于韩国，所以呢，韩国的人参皂苷萃取技术呢是全世界最好的哦。而吉库公司呢，又是拥有韩国顶尖的人参萃取技术的一家生技公司哦。那以这样子的顶尖的技术萃取高品质的高丽人参，就造就了我们的明星产品喜克生哦。好，接下来呢，同一个人参品种里面呢，还分不同的等级哦。越高等级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越多。首先来看最便宜的、最初级的，就是人类种植的便宜人参，那它的皂苷含量呢是最低的。接下来经过九蒸九曝的红参或者黑参，那它的皂苷呢，大大的提升哦。但是呢，虽然提升了这些皂苷含量，还是远远不及生长在大自然中的没有人为破坏的野生山参。这样子的野生山参呢，经过土壤的微生物分解之后，会产生代谢物，而这个代谢物呢，一直持续分解到最后的最终代谢物，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CK 了。好，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全世界的人参品种里面最好的就是高丽人参，而高丽人参里面呢也有分不同的人参等级，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大自然的野生山参。而这个野生山参呢，经过土壤里面的微生物一直不断的分解，分解到最后产生的最终代谢物就是 CK 哦。好，这样讲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自然界中要得到 CK 好像非常困难，非常珍贵哦。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下 CK 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我们吃进人参的时候，人参在肠道里面会被肠道的微生物所分解，刚开始分解的时候会产生第一次的代谢产物，就是初级的人参皂苷。而这个初级的人参皂苷呢，在经过不同的微生物继续分解，会产生二级的皂苷。那在经过不同的微生物再做第三次的分解，会产生三级的皂苷。三级的皂苷继续分解，还会产生四级的皂苷，最后一直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最终代谢物，就是我们的 CK 皂苷哦。好，这样子说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哇，这个 CK 在肠道里面也很难得到耶，要经过不断不断的分解，而且还是不同微生物的分解，才可以最后得到 CK 皂苷哦。好，那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得到 CK 皂苷呢？好，我们只摄取其他种类的皂苷难道不行吗？好，那现在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好，因为呢，韩国食药署统计多达四成的人哦，只能摄取部分皂苷。好，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你买了人参回来，或者你吃了人参的补品进到身体里面，有 40% 的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里面的皂苷素的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人参的重点就在于人参皂苷，如果你吃人参却不能吸收人参皂苷，那不是白费了吗？好，所以我们才要讲 CK 是多么的重要哦，因为 CK 皂苷是所有人都可以 100% 吸收的皂苷精华。因此，与其你花大钱去买昂贵的人参产品或昂贵的人参皂苷补品，不如直接来摄取 CK， 甚至有两成的人哦，是完全无法吸收一般皂苷的。好，因此呢，如果花了大钱然后买人参回来，结果呢却完全无法吸收里面的皂苷，真的非常的浪费。因此，与其买这些人参产品，不如呢把钱花来直接补充 CK， 因为 CK 呢是保证所有人都可以100%吸收的人参精华里面的精华哦。好，接下来呢带大家检视一下，你现在在吃的是哪一个世代的人参产品呢？好，最初期的人参，最原始的人参产品就是我们在中药材行可以买到的那一些人参哦。好，那人参皂苷的含量呢普通，而且呢吃进体内也不保证可以完全吸收。接着呢，九蒸九铺之后的红参，有一些生技公司呢就来研发一些发酵的技术来发酵这些红参，那萃取出里面的人参萃取液，那这个萃取液的皂苷含量远大于普通的人参，但是呢当我们摄取这些皂苷的时候，也不保证这些皂苷真的可以完全被人体所吸收哦。好，那最好的就是这一种哦，把皂苷里面的 CK 皂苷做到极大化的程度。好，也就是我们的极库公司哦，运用生物转换技术 MEBT 的这个技术呢，把皂苷素里面的 CK 皂苷做出极大的量哦。好，那直接补充 CK， 确保人体可以100%的吸收。好，那这个技术呢也是韩国政府哦斥资53亿韩元哦来投资我们 GB 通用生技研发人参皂苷的萃取技术哦。好，因此我们极库公司呢目前是拥有全韩国最顶尖的人参皂苷萃取技术。好，那从刚才讲到的 CK 的来源以及制造，好，用一个简单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哦。
우리 몸의 건강을 지켜주는 섬. 섬은 대표적으로 세 가지가 있습니다. 사람이 재배하고 가장 저렴한 인삼. 인삼을 아홉 번 찌고 말린 홍삼. 그리고 자연에서 자라는 귀한 산삼. 어, 잠깐 알량이! 그러면 안 돼요! 뽑으면 안 돼요? 산삼은 사람 손을 타지 않아야 가치가 높고 반음 반향의 조건이 갖춰져야 더욱 희소성이 있는 산삼이 되는 거예요. 그리고 이러한 삼의 생장 환경과 가공 방법에 따라 가장 큰 차이를 보이는 것이 바로 사포닌이죠? 네, 맞아요! 삼에서 발견되는 사포닌은 다른 식물의 사포닌과는 다른 특이한 화학구조를 가지고 있으며 산삼의 사포닌이 토양의 미생물에 의해 사포닌 분해 과정을 거치면 최종 대사 사포닌 CK가 됩니다. 이 과정을 전환, 즉 컨버전이라고 해요. 아, 컨버전 과정을 현대적 기술을 통해 효율적으로 생산하는 방식이 바로 바이오 컨버전 기술이군요. 맞아요. 바이오 컨버전 기술을 이용하면 빠른 시간에 CK를 대량으로 얻을 수 있어요. 일반 사포닌은 분자량이 크고 장내 미생물 환경에 따라 미량 흡수되거나 흡수되지 못하는데 CK는 분자량이 작아 장내 미생물 여부에 관계없이 잘 흡수됩니다. 특히 노약자나 면역력이 약한 사람, 장이 안 좋은 분들에게 도움이 됩니다. 바이오 컨버전 기술을 활용한 CK 생산에 관한 연구는 대학, 연구실, 기업 등에서 활발하게 이루어지고 있어요. 하지만 효율적인 생산 방식을 확립하고 대량 생산을 하는 곳은 쉽지 않아요. 각자가 가진 바이오 컨버전 기술에 따라 CK로 전환되는 비율이 천차만별일 뿐 아니라 규모의 경제에 의해 생산량이 적으면 가격이 높아지기 때문에 높은 전환율과 생산량이 매우 중요합니다. 직급 CK 밸런스는 산학협력으로 전환율을 높이는 기술을 확보하고 대량 생산을 통해 가격 경쟁력까지 확보했습니다. 어떠셨나요? 어렵게만 느껴졌던 CK. 왜 직급의 CK 밸런스인지 아셨죠? 직급 CK 밸런스와 함께 나와 사랑하는 가족의 건강을 지키세요. 影片呢有简短的介绍哦 ，CK 在自然界中的生成，以及我们极酷是运用生物转换的技术来大量制造出 CK 皂苷哦。好，因为这样子大量生产的关系，也可以压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因此可以让产品呢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好，看完影片之后呢，是不是觉得哎，我们的这个明星商品喜克森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保健品哦。那接下来谁适合补充 CK 呢？好，以下六大族群呢，一定要来补充我们的喜克森哦。好，那第一个就是想提高免疫力的人。好 ，CK 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容易疲劳、需要精力的人，还有希望有抗氧化效果的人。好，因为 CK 皂苷呢，可以在我们全身做到一个抗氧化的效果。如果你想要抗衰老永保年轻的话，一定要来补充喜克森哦。好，接下来呢还有记忆力下降的中老年人。好，刚才的论文资料呢有讲到哦，我们的 CK 皂苷可以有效的预防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哦。好，最后呢如果你想要改善血液循环或者提升整体健康的人，都很适合来补充我们的喜克森 CK 哦。好，接着带大家来看我们的 CK 的喜克森产品。第一个是定状的 CK 喜克森。好，那这一个一盒里面呢，它是60锭。那成人呢，一天可以吃一锭到两锭哦。那配水一起吞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是15岁以下的儿童呢，摄取的量是成年人的一半哦。那你可以吃半颗，或者是两天吃一颗都可以。好，那这个喜克森锭呢，它里面呢是含有 20% 的皂苷素，
皂苷素里面呢就含有珍贵的 CK， 另外还有 80% 的中药材。好，我们的中药材呢有当归、川穹、熟地黄、白术、生姜、茯苓、黄芪以及桂皮。好，那这些中药材呢大致上的作用有包括心血管保健、护肝胆、健脾胃、解热镇痛、解毒、安神、提高免疫力、抗衰老，还有驱寒的一个作用哦。好，那接着介绍的是我们的 CK Power。 CK Power 呢是 100% 的人参皂苷素哦，那里面呢含有大量的 CK， 好，一组有30瓶哦，那一小盒呢里面有5瓶的 CK 皂苷，一瓶呢是一克，好，一克的分量。好，那一天一次，那个人体质不同呢可以调节用量，一瓶呢大概可以分5到7天来使用。因此一般人在保健的话，这样子一小瓶啊就可以吃一个礼拜，那这样子一小盒呢大概就是一个月的分量哦。好，那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 CK 洗克参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好，使用方法呢其实配水吞服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改善睡眠的人呢，建议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使用哦。好，接下来是 CK 的一个注意事项，15岁以下用量减半，刚才有提过了哦。再来第二个是发烧期间避免服用，那什么时候适合呢？比如说感冒之前有症状的时候可以拿来预防感冒用，比如说感冒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喉咙痛啊，或开始有一点流鼻涕，这个时候吃 CK 是最好的哦。好，那再来生病之后，如果体力很不好，或者呢有些人感冒之后会咳嗽咳很久，或者是鼻水流个不停，那这个时候来补充 CK 也非常好。像我自己的小孩感冒之后，如果他咳嗽咳了超过一个礼拜，或者流鼻涕一直流不停，明明感冒已经好了，但是这些后遗症呢一直拖，这个时候呢给小孩补充 CK Power， 很快2-3天就可以解决这些恼人的症状哦。好，再来第三个，产妇呢想要哺乳的时候呢也要避免服用，因为人参可能导致乳汁的减少哦。好，最后一个呢是少部分的人可能在补充 CK 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反应，尤其是 CK Power 哦。好，因为 CK Power 它是效果比较强的皂苷素。好，那明显反应呢就是好转反应啦，又叫做好转反应，就是你可能在补充的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跟平常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些现象哦。那大部分会员反映的是你会有一个嗜睡哦，想睡或者是睡得特别深沉的一个现象哦。好，那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洗克参呢里面的成分对身体都是有益无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哦。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